它开出了四瓣，然后这个是最大的，其次是这个，然后这个最小，这个第二，尝一下，哇，好甜啊！这个假如榴莲，就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的核好大，但是它这个肉真的好好吃。好迷你，好香啊，真的比金莲好吃。胡萝卜大，果然和金莲的味道不一样，它这个味道比金莲要浓郁好多。你们猜猜我这一个花了多少钱？迷你小榴莲花多少钱？这个留给我儿子，这个、我儿子预定了。